佳丽大小姐，如果你还在执着那种逃婚的渣男，难道你要变成仓库里的滞销品吗？拜托，眼睛睁大，睁大，看清楚好吗？你不觉得你有什么事情，你有交代清楚的吗？哦，上课了，告辞。我好累，只要你在哈佛一天，就别想逃出我手掌心。他在学校工作也已经半年以上，哎，你是不让我怕呢？ 那他好心鬼主意，是他自己不要而已。我头好粉丝来了，要不要晚上我们去探望曾老师，一起吃个晚餐？谢老师，我刚好也打算去看一下曾老师，哎，一起去吧。这个女孩啊，我看了她很多年了，哦，加油！啊，女人最强大的复仇呢，就是你要保持完美，让她觉得你日子过得比她好，让她后悔当初没有选择你。 没错，保持完美，让他后悔。刚好能够帅气的帮你这样转外套，哎，太帅了！超近的，哎，是要亲下去了吗？机智校园生活，机智校园生活，今晚八点。 这次一定要找个很厉害的老师，他可以进我高二乙班。你没事吧？阿粉，自我介绍一下。他找我。校长要跟大家介绍这位啊，新来的代课导师。目前没有那么远，我们是高一班的。今晚八点 ，TVBS 四十二台全新八点档《机智校园生活》。